赖清德这次选举，他年轻的票不像上一次蔡英文那个那么多，那跌了很多。那现在有一个这两天很热门，就是五月天哦，有人放出来一个消息，就是外媒采访的引述说那个中共有打压哦。那这部分国台办也否认了，那绿营就被拿过来这个来攻击，然后要连结到蓝营这样子。那因为五月天过两天要在台中演唱嘛，对，那到现在也没有听到他们出来说否认是或是承认。那你这部分你的想法是怎样？第一个哈，这个消息没有办法证实啊，没有办法证实，也许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个谣言假消息。那第二件事情呢，不要把五月天拖下水。好，哪一边都不要把它拖下水。演艺人员或是表演团体尊重他们的艺术，哈，那政治不要干涉艺术。所以不管哪一方的人马，不管是中国大陆，不管是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大家都不要把五月天或任何演艺人员企图来干用政治来干扰他们，放过他们吧，哈，让他们好好的演出，不要期待他们的表态，也不要期待他们的澄清，都没有必要。尊重五月天，让他们好好的表演。尤其从这个跨年晚会，他们就要在台中表演哈，一连六场啊。今年最强的跨年就在台中，因为我们台中市政府自办，还有五月天六场在台中哈。放过五月天，让五月天好好的表演，不要要求他们表态，也不要要求澄清，不要让他们讲任何话，让他们好好的表演哈，拜托大家，谢谢。从1996年到现在哈，每一次选举上哈，中国都是民进党最大的助选员嘛，这表示什么回事？他们对台湾的民意还是不了解的，所以他说他们对台湾的了解呢还是不够，他不晓得台湾的民意在想什么哈，对这个台湾，所以每次做出来都是错误的动作。我是这样的哈，我也不希望说。每次选举嘛，刚才就讲了，我不希望国民党跟民进党每次到了这种总统大选都要靠中国赢，民进党就是那一套嘛，哦，抗中保台哦，芒果干哦，那国民党我也明讲嘛，就跑到中国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啊什么的哦，看那中共会不会鼓励台商回来投票，所以一个是反对中国来打赢选战，一个要靠中国来打赢选战。长期来看呢、啊，对台湾都不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吉林的李伟，两个人做，做做的迁户口来，啊，无做工课就向罢免。伊嘛一个搁做两年嘛迁户口来，嘛做无工课。过去咱嘛给民进党机会，给伊两三摆机会，逐摆拢迁户口来，这两届拢迁户口来。当初给咱骗骗的，搁换新，我吼外口来，恁家无好，我甲你做。结果吉林的李伟两个人做，做做的迁户口来，啊无做工课就向罢免。啊，即嘛一个搁做两年嘛迁户口来，嘛做无工课。所以我今日要讲遐个建设的讲的代志是啥？在地问题，只有在地人才关心，对不对？在地的建设，只有在地主地严宽恒才认真去讨经费，才改善，对不对？所以今摆，五年一定爱大团结，市长出的五年新妇。宽宏在地主地，天华在地新妇，唯有宽宏当选，首页在中央，立法院才有法度讨到机会，因为伊快就找到。所以我拜托大家，这摆立法委员，大家爱上口，莫强脾气，一定爱支持什么人。因老要甲这个108课纲改掉吼，和这卖囡仔改掉，无这卖囡仔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严重的扭曲啦吼。是伊唔知伊个人的什么话，做对做唔对拢唔知，因无礼义廉耻啦。所以我若去甲学校，若看到礼义廉耻，我拢足欢喜，拢甲学校足娱乐的。哦，我甲学校足娱乐足肯定的吼，肯定的吼，甚至即摆我有听几下校长讲，伊要搁仓库找来要搁调起来吼。啊，我要甲伊，我搁来报告讲，
那是这個，咱是不是大量市？咱对教育这方面，咱市长你嘛有非常重视教育，囡仔你特别拢真照顾哦，就一回照顾到一百回，是不是对这个礼义廉耻的这个提调这个课纲这个，市长你有啥咪看法无？报告议员哈，我不但是市长，我嘛是家长。对啊，我想对所有家长来讲，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哈，不是光在课业上啊表现要紧后，我们更重视的是人品品格哈。也因此在学校的教育场合，不是干啦教囡仔功课，爱国教哈为人处事品格非常非常重要，这才是全人教育。全人教育不是只有课业，包括品德教育才是全人的教育。所以学校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推动礼义廉耻，好，让我们国民市民的素质更加好，这是应该要走的路。不管是向这种，不管是待一个朝代世代，都是我们国家爱的方向。难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国民没有礼义廉耻吗？倒过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国民、我们的市民礼义廉耻一点爱无，这样社会才会进步，国家才会发展，所以大力支持，谢谢。感谢市长，感谢市长。我请教一下我们市府同仁，如果他登记参选这一个参选人，依照这个法令的规定，什么时候应该请假或是请辞？跟议员报告，可能跟赖副总统一样，赖副总统现在也没已经登记，也没有请假跟请辞，必须1月2号哈。在不分区的话，他是就有规定，是1月2号以后必须请假，必须请假哈。那所以他拍摄然后总统的部分是12月15号了，他早了一点。对，所以他不同的选举他有规范嘛。那总统是12月15号，那不分区是1月2号以后才有请假问题。谢谢。好了哦，我希望说我们今天把这个相关规范来说清楚。那我们也要求哈，也希望我们王玉敏副市长，既然在这个时间你已经是中国国民党的不分区的这一个候选人哈。我想相关的行政作为更应该要谨慎，不要落入这个行政不忠的这个疑义的哈。韩市长列不分区第一名，您的看法是？韩市长挂帅排名第一的话，我认为对于蓝白的这个选情会非常有帮助哈。那对于这个辅选的工作哈，会大有帮助。那这个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就位以后，那我跟韩市长我们两个人哈。会努力的辅选哈，那我们会总统为箭头，总统副总统为箭头，那我跟这个韩市长哈，我们会全力以赴哈，那双翼推进哈，那然后协助我们的母鸡蓝白河的母鸡以及蓝白河的小鸡们哈大家努力去这个选举胜利，同时呢救国家救人民。